为什么？滑到滑到，这个小姑娘给你差评哦，我跟你说，这姑娘一点都不专业。还有，它是个山羊奶，促进胶原蛋白的生长，是吗？对，不是。嗯，啊，好冰哦。借的八分钟，好了吧？嗯，我都串场了，不行，你串一下。欢迎来到憨憨测评。憨憨测评这期节目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二三四五个产品，他们都是来自于八分钟系列。因为上一期我们做过八分钟系列的一个面膜的测评，所以我觉得那个面膜还蛮不错的。所以这期给大家带来他们家相同品牌下其他一些线的产品，里面有一个人参洗发水，然后还有一个眼部按摩仪，还有一个手膜，还有一个海洋神仙水，还有一个眼膜。那第一个呢，我们先来测评人参洗发水。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一瓶就有一颗整颗的人参在里面，它的头还有它的根都在里面。对，人参的作用其实就是补气固发、强健发根、补充营养、防止脱发。我自己也有吃一些就是补气养血的东西，然后我有一点脱发，然后我发质属于那种细软的发质，就是年纪大了，没有啊，就是细软而已。内服和外用，如果效果加起来可以更好一些。嗯，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成分叫山茶籽油，它是一个自然的润滑剂，也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头发柔顺。用完它以后就不需要再使用护发素一类的东西，因为像我个人来说，我头发比较爱出油嘛，你也是吧？我不爱出油。你爱出油？因为我不知道。然后我个人用完洗发水以后就不太爱用那个护发素，因为我头发比较细软，然后又爱出油。然后如果一用那个护发素，然后它就会整个都掉到头上。嗯，它主要适合的人群呢是比较容易脱发、比较爱脱发、爱出油，然后发际线往后移的呀，发量少的人都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洗发水，就是有需要去预防脱发的人群。嗯，对的。然后它还有不含硅油，就是也就不会伤害我们的毛囊，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把它打开一下，闻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味道，然后看一下这个人参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开意识。嗯，上家伙。今天呢，为了拍这个视频，我特意从家里带来了案板，就是不能把厨房搬到来这个录像棚，因为它这个人参在比较里面，所以要把它给磕出来，磕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把它给整条拉出来。出，再看看。它好健康的味道，就人参。嗯，它非常人参的味道。哎呀，它缩回去了。嗯，所有的丝都跟一起全部出来了。对，然后它这个质地应该是比较像啫喱那种。嗯，现在我们要把它切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嗯，它是真的人参，不是样子货。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人参味吗？它非常的人参味，真的健康，可以。那其实这个人参在这个洗发水里边，这瓶子里边的时候，看上去是更大一点的。然后拿出来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瓶子就是液体折射了一下。嗯，拿出来其实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就是很啫喱的那种。嗯，我们现在就是要上水，然后看它起泡的能力。倒点水喽。嗯，垮多一点。有的。嗯，但它起泡还是可以的。对，还不错，我觉得。嗯，它味道比较好的，没有很呛的。没有很呛，还挺清淡的耶。因为一般出去发廊要用那个姜，真的去，就我每次去发廊，然后那些发廊小哥都会给我推荐，就是用那个姜来洗头。你用姜洗过头吗？有啊，我用那个姜，就姜我切生姜切开，然后蹭头皮。好辣，而且就很难说那个味道呛的我够呛。那这个其实还好，没有说特别的呛。因为这是人参辣。嗯，哎，对，危险动作，大家请勿尝试在家。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所有的须。嗯，这质地有点奇怪。它就是，你看它也没有说把它完全的马上给渗流过去，它就还是蛮，它可能就是这种质地，但是起泡还是蛮不错的。嗯，它起泡不错的。嗯，那这个就是已经没有了人参洗发水的人参洗发水，没有了人参洗发水，没有了人参洗发水。那这已经就是没有了人参的人参洗发水。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同样一样的是八分钟系列的八分钟眼膜。
那这个八分钟眼膜它其实包装我个人挺喜欢的，就比较黑色简单，我个人就比较喜欢黑的，它的是属于精华比较多，然后它具有一个比较深层渗透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它的这个使用方法是有点不一样的，对吗？它就有一条线，然后就把这个精华还有膜布给直接给分开了。平时市面上的那种眼膜基本上都是你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拿起来就放脸上嘛。因为它们是把精华跟那个眼膜纸已经提前混好了，但你这样的设计它就会避免这个眼膜纸去消耗你不必要的这个精华，就随用随挤，随用随挤，随用随挤。它使用的方法其实就是按照这两条线，然后对折一下，这里线呢，这里挤一下，然后下面在这条线的时候再挤一下，然后它这个精华就会被鼓起来，然后接下来你就是要很大力的。啊我很忙的，我下一个场要赶。好，然后就挤爆它那条线之后，把那个精华挤向眼膜的膜布，就是这样子。但是需要等一分钟，用一分钟的时间让这个激活，然后才可以上脸。就要一分钟时间让这个精华完全渗透到眼膜纸里面。对，就等待。一分钟到了，我们现在来撕开上脸。这样吧，哇，这精华真的是撕出来，哪里啊？哎，我看不见。好透、哦。看过天。不要压着我刘海哦。你这偶像包很重哦。哎，我觉得太上面了。没有。你要说话好像真的在上面。你拉着他来着，这个小姑娘给你差评哦，我跟你说，这姑娘有点专业，别真的，你好，别人骂说贴的不对。它这个袋子里边还有很多的精华，你设一个八分钟闹钟。八分钟闹钟已经设了，我们现在来讲一讲这个八分钟的手膜，它跟那个八分钟的面膜它是一样，它这里边有含有山羊奶的萃取。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山羊奶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更新、细胞修复。然后还有帮助我们的细胞生长。那山羊奶的酸碱度和我们人体肌肤的酸碱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它比较温和。那么老人啊、小孩还有皮肤比较敏感的人都可以用，不会刺激。它有另外一个成分呢，是烟酰胺精华，它是起到一个美白、收缩毛孔啊、控油等等的一个作用。那烟酰酸这个精华这成分吧，我在很多面膜里面都有看到过，对，它就主要美白的作用。现在我们打开咯。它这个使用方法挺好玩的，它就打开之后，它这个是连起来的，所以到要把这个精华往手指或者是手掌心这边挤，之后要从中间直接剪开。来，聚一聚，因为它是八分钟系列，它其实主打的就是八分钟能够改善我们手的一个干燥啊、多细纹等等的一个现象，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名字是八分钟急救手膜，好不好？用了才知道。我们没有剪刀，我们只能用戒刀。现在连电都没有，何止没有剪刀？咦，直接开了。闻，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很淡很淡。有，但是有那个奶味儿。很淡很淡。然后它打开里后，里面有两层，就一层它的这个纸，然后一层它自己的膜。最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膜布再打开，然后把手伸到这个膜布的中间这里。我们直接上手了。哦。这有个 open 的标志，然后就直接的撕开，然后把气放出来一点，更贴紧自己的手，然后再贴上。好了，八分钟。要不然这样吧，我们直接的就再设一个八分钟，再设一个八分钟，这个眼膜就不理了，因为眼膜它精华比较多，我觉得它完全可以撑过八分钟。八分钟闹钟设了，那我们就是接下来尝试一下这个眼部按摩精华。因为我们手膜也好。眼膜也贴了，现在就试一下眼部按摩仪。哇哦，它有电池吗？有电池。它是没有电池的，我们要自己去拿电池。直接套进去就能用了，是不是？哦，它就是一按它就会，还挺敏感的，一碰它就可以。你的大拇指一碰它就会。所以不能用另外一边吗？对啊，我来，我来，我来，来了，来喽，来喽，来喽。
认认真真。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蛮爽的。哇，我要给我。2000 years later。是真困了，是真困了。这按摩一下好舒服。唉，关照儿童。那我们现在戴着手膜，戴着眼膜，来给你们讲一讲最后一个。今天要介绍最后一款产品，就是他们家的海洋神仙水。然后这一款水里面含有冰凉海藻，它主要是修复 DNA， 然后保护细胞免受紫外线的侵扰。然后透明苏丹娜呢，就是很多很多面膜里面都有的一个成分，它就是补水保湿的。然后水解燕麦蛋白呢，就是要提亮肤色，像我呢就是皮肤比较暗沉，然后我就需要这类的产品。我今天也是熬夜不问题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深层海洋水，就深层海洋水 它蕴含了90多种无机盐和矿物质成分，它可以有效的补水保湿。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打开感受一下，它也是我盖起来哎，有生姜味儿。熬夜，我刚刚蹭生姜洗发水，不好意思。它一点生姜味都没有。Sorry。但它的那个味道，闻上去的感觉就不只是水，怪不得它还有，它真的有精华的味道。嗯，它比水要浓稠一些，然后比精华要稀释一些。对，它就是很黏，有点黏黏的感觉。它你要你给人家时间点吸收嘛。它主打真的就是主打保湿，如果你是油皮，你就不要考虑它。它里面有很多小泡泡，大的小的小泡泡，真的有海蓝的感觉。我很喜欢那个小包，你挺好看的。不要公报私仇。它这个味道还挺淡的，可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用的过程，一点刺激的感觉都没有，我觉得上脸完全 OK 的。它这颜色我喜欢，包装也是比较简单的。这上面是温暖的。它其实不用按的。它这个不用按下去，它就直接叫你就行了。你只要一碰到你的脸，它就会叫，不，它就会震。会叫是什么？它很舒服。那我这个，哦，你是要把它放平，这样子。哎呀，时间到啦，不然再设8分钟。真的很爽啊。我喜欢。很方便。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开关，直接放下去它就可以开了。好，我们来拆。拆手，你觉得？它精华里边带起来还挺多的。可以看到吗？就是它这里有一些白色的那个拉丝物体、乳液一类的东西。它其实在这儿，其实跟那个8分钟面膜的山羊奶一样，它还都含有白色的这些乳液状。因为精华太多了，我们要用纸巾来擦一擦。看效果如何，但如果是在家里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慢慢的按摩，慢慢的吸收。对，因为8分钟嘛，它其实时间很短很短。我觉得你有变白，就嫩，因为对。然后这边是因为就很干燥，然后就显得就是比较多细纹一点点，但这边就很明显就是多了很多，就是感觉好像护士还要敷眼膜。哎，对，还有眼膜。对，敷着敷着自己都不知道了，我的化妆品就下来了。就感觉妆花了，对，因为眼膜变白吗？眼膜，我们贴了这个眼膜以后设了8分钟，然后贴了什么又设8分钟，可能来来回回，因为第二次设8分钟的时候，在第一个8分钟还没有结束就设了，可能大概有个15分钟，14-15分钟左右，所以但它还是有精华的，所以就不会说完全干掉，对，这点还是蛮不错的。如果第一次给你讲说效果非常好，有很有明显的变化，不要信。这种眼膜面手膜的都一定要去长期的使用才可以治疗效果。对，好，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测评的所有产品啦。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一共有5款产品。然后首先第一款呢是一个生姜的洗发水，然后第二款呢是山羊的手膜，第三一个是搭配这款眼膜使用的眼部按摩仪器，然后第五款呢是一个海洋神仙水。这个生姜不是，我看说生姜还是啥？这个人参洗发水呢，就是它里面含有一个整个的一块人参。它的味道我能接受，其实挺喜欢的，没有说很呛，而且是挺健康的味道。对，完全没有那种很呛的化妆品没有味道，没有。而它起泡的效果也有，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第二款产品是这个他们家的手膜，
咱们大概敷了也八分钟，实打实八分钟，嗯，实实在在八分钟，其实效果很明显，就感觉就像你刚洗完手，嗯，刚做完家务，然后去涂一护手霜，效果还挺明显的，或者带着手去做家务，我觉得可以。这边好像滑了，这边滑了，我觉得你特别明显，可能手比较干净了吧。对，然后监管产品呢，就是配合他们家眼膜使用的一个眼部按摩仪器，然后它这个使用非常非常方便。然后一开始我们俩都搞错了，嗯，啊，就是直接把它贴到这里就动了，对，这个很方便。然后这个眼膜它的精华非常之多，它虽然说的是八分钟，但是这个精华我觉得你敷十多分钟完全没有问题。嗯，我们最后一个产品就是他们家的海洋神仙水，然后这款水我觉得是就是应该是中规中矩吧，就是比较一个基础的保湿补水作用，因为它里面含有透明质酸钠，就是很常见的一个保湿的成分。这款产品主打的就是一个冰海蓝藻，它就修复 DNA 的作用。它不只是有化妆水的成分，它是一个化妆水和精华二合一，所以它没有像水那么稀释，也没有像精华那么黏腻，就是两者介中的一个质感。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八分钟的眼膜还有手膜这种一定要长期试下去，就不可能说一次过试完，就是我们现在基础的了解以后，然后就跟你讲说这个一定很好用，所以我们会继续使用下去，然后给你们继续更新，所以记得关注。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测评啦，大家记得点赞评论关注和转发，拜拜拜拜。